国民党中南部立委选情拉警报，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加强力道，辅选云林立委参选人吴威智和张荣奇。从朱立伦手中接下战旗，高喊当选。云林立委参选人吴威智、张荣奇和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的云林联合竞选总部上午正式成立。朱立伦强调，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凝聚力量，也针对总统候选人举办辩论会提出意见。需要大概可能因为他觉得胜算比较高，所以一直用各种的方式在阻挠这个辩论。其实连续三届，每一届都是两场辩论，都是跟时报一社大家来举办。那我觉得遵照这个传统，赶快来举办。朱立伦也来到云林斗六的观光工厂参观，他就说他担任桃园县长时，协助传统制造业成功转型为观光工厂，企业也送上好彩头，希望蓝营在云林选区可以拿到好成绩。朱立伦也希望为在地年轻人提供更多工作机会。一个传统做新闻、做化妆的物件的工厂，今天呢，哈多观光客要来买物件，要来参观。未来七，这就是安怎讲？这就是行一个健康的路线，健康的方向。为了拉中南部选票，朱立伦周日从云林一路往南，到嘉义、高雄、屏东，马不停蹄跑行程。除了批评民进党只会拼政治及抹黑，也打两岸安定牌，强调自己选总统就是为了拼经济。记者王威雄云林报道。